贵姓大名？口天吴。吴。哎，明天的明，哲学的哲。吴明哲哈、哦。捐血的话，就是哎，可以救人命，然后也可以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对，那现在也可以做一些公益这样子。对。平常我们在送递邮物的过程中，就是会在路上遇到一些车祸啦，或者是一些意外，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希望就是大家都一起来捐血这样子，来帮助这些发生意外或者是灾难的需要的人这样子。好，我代表宜兰邮局哈，我们中华邮政公司自1896年至今，刚好是120周年了。那在今年呢，举办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那其中呢，今天3月1号，是我们的那个热血捐血的活动。那我们是由我们中华就是宜兰邮局所有的员工以及邮务室发挥人力己力的精神，那捐血一袋能够救人一命。那在那个春节期间呢？春节期间都有一些前后呢，都会有血荒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希望那个抛砖引玉，能够让宜兰呢整个社区的居民都一起参与。所以我们除了我们邮局的宜兰邮局的全体员工以外，另外还有宜兰县警察局，那都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好，那另外我们除了捐血活动以外，那另外我们也做了也一系列的165的防诈骗的宣导防诈骗的活动，以及一些廉政的观念，那希望能够让民众一起参与，那做好宜兰邮局的社会责任，谢谢。好，要照相，记者大哥说站这里，大哥来，副理呢？副理，你个赞。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社会参与的活动，这是有点。你刚才去哪里？这边在哪？排队，要排队。排队，不喜欢的呀。排队不喜欢。好，下一位。